车，吊车切换成功。现在要有红色吊车把封存站拉上去。非常好，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哦，赶快呢，天时地利跟人和当中呢，就是留一个精彩。那人清头清，分头清呢，更加是用感恩地球个释放呢，来感受着咱2023年呢，咱头十秋光七国系列活动呢，留一个精彩。那今天呢，欢迎着咱社会兵，多谢咱做一个支持的好朋友。那个呢，咱的头家兵，咱的头家秋光文化丰富呢。大家呢，欢迎着咱青光三年，欢迎青光英雄文化青国系列活动。现在呢，咱的红星镇，把咱来红星镇呢，都准备呢，要来立起咱高飞鞭炮。今晚来请咱所有工作人员呢，先来准备金衣银装呢，先来飞上天。好的，请来。多谢高先呢，就来听聆听。好，先把它准备。这个大天高大妈耶，哦，这个关照哦，互联声啊，那个水浪鱼，现在都是大回家哈，啊，你请进去哈，哎，马高先啊，谢谢。好，顺风旗，咱的关照互联声顺风旗，现在呢，利用老车甲高车呢，来带领其他呢，要来送入咱的会场。未来进入的咱的大平卡，好的，这里最小的啊，最小的老师啊，陪咱这里啊，当这里啊，咱的咱这里大一家啊，好，那边加这，里面加这水龙头，那边又响啊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咱的阮祖母娘子的顺风旗呢，今晚呢来进入会场，有咱的桂善华，咱的桂英雄，桂善华，咱的桂英雄呢率领咱的众将，跟咱沈阳兄弟呢来进入会场，马哥娘呢咱内科总部呢咱所有在代表，咱的华大姐。大家来，汽车狂的七代表，
还有我们的游锡才游副主席，来恭于我们的关注姑娘村的水红旗呢，来敬意会长，把刚才的曾颖副会长，啊，来来关注姑娘村的水红旗呢，谢谢大家讲个咱们的，以咱贵镇华里六，跟咱的曾颖里六呢，共同来贺喜。
好，谢谢各位同学家庭。哇，是呀是呀，哎，红心红心去红心，摆了来，红心出来吃完一斤嘞，相信嘞为基盖了嘞，高平点头喽。现在嘞，看见嘞，我们张永新张董事长所提供的 LED 灯，今年呢特别的有动态。是啊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嘞，一定是非常的美嘞，非常的漂亮。今天再度来感谢嘞，南寿百乐来的总监。当然呢，我们的关系到我们的管理层，我们的中中芝麻集团，还有我们很。